跟他去摄影，我进来也嘴巴。好，来我们发牌哈，狼人杀，哦，再来一局哦，有猎人，有猎人，有狼，狼美人，刚才狼美人赢了一场，厉害厉害，来发牌啊！我想在看我，他想说你这个笑，他想说你跳，给你演，然后换我讲，真的，我刚刚才盯着我看，这样，谁知道后面两个，真的好投你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后面两个全都跟着。咬水很可怕啦，先不要抿哦。好，来，请抿牌，确认角色身份。天黑请闭眼，天亮了，昨晚是平安夜。好，一号发言。我是一号，我是好的。我是听起来有点结巴，不是啦。高伟，我们每次讲的有断句，好，反正我是好的，真的。然后我没有其他想法。过。二号发言啊，我也是一个好人，我也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反正就这样吧，过。三号发言。让我对着镜头好好说一句。不要，我要剪掉了啦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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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会被警告，刚刚我在剪掉。会拍多久？我会被警告。我已经被收一个警告了。对。好，那 pass。想想我相信天道有轮回，我是预言家。真的，你说我真的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分开，我就是预言家。然后可是我好了，我刚我也在想，可是我等一下应该点下下一碗就死掉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一点点跳，我下一碗被人被杀了怎么办？然后呢，反正我刚刚是查了一号，一号是好人了，我现在只能给出这个资讯，就只能祈祷我等一下不要被杀掉。但我等一下应该是我们被杀掉了，但是我不跳也不行啊，这真的是冤家啦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，真的天道有轮回，谢谢。会问想法。那个六号发言是很遗憾，我这次又没有抽到预言家。但是多想抽预言。但是就是，我也不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但是就是。我是好人，而且是平民，就是我永远就只会抽到这两个角色。对，然后就是我相信预言家所说的话，然后呢，虽然他已经没什么信用了，让他过。七号玩家发言，我这局是一个好人，然后就因为前面也都没有什么资讯，然后就他跳了一个预言家，然后给一号警水。然后剩下我也没有任何的资讯了。然后场外我可以说一下吗？有，刚刚好像在狼人现身的时候，我左右两边有动静，所以我小小来，反正没动了。我觉得，我觉得他们讲话是对我也很有。看来是你上次讲的过敏啊。那上次说过敏。但是我还是要留嘴巴，我就是要留六干巴，爽啦！我。一定要这样吗？然后我是在有动啦，但我在我动中自己人觉得你好没有效率。我是同人，是因为这个我一直都结巴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很想睡觉。反正我是平民啊，只是桌子很容易发出声音。我个人认为我是乱丢，我觉得他好很奇怪，我很奇怪，三号就是害人家要剪片的那个，害人家要剪片，我没什么感觉，但我是相信预言家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，没关系，可以，要过。过吗？
大家鬼票。好，大家鬼票了。你有鬼了吗？没有。你归三号。他说我。没有，你是好，那你们三二一自由投票哈，你们自己选择，不能跟票哈。三二一。一号三号平票。一号三号平票，来，那个一号三号请一号先表水。我真的是好人，你知道没有钱发证可以吗？我真的是好人，你再杀我再试试看嘛哈。走心，走心有什么意思呢？走心，我们走心，我们走心。游戏，很奇怪。游戏，你说我长得很奇怪，还是我讲结巴很奇怪？你很奇怪吗？啊，停，没有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游戏。没有，我没有在生气。对，我只是讲话大声。对啊，对，就是那三号。就是非常的可疑。对，三号非常的可疑。我觉得上帝视角好爽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所以我才喜欢当上帝。换你讲，我要讲吗？对，就是你们平票，所以你们要表水，看他们相信谁，或是你们都觉得他们不是狼，你们也可以不投，然后晚上让狼人决定，反正一定死一个，因为你们一定死一个。如果你觉得他们都不是狼，你们不要投票也可以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你们如果投票一定死一个，晚上再杀一个。啊，如果你们觉得他有一个就是狼，那你就投吧。而且他只要有一票，他们两个对，啊，他们两个不能投，所以你们就自己看。所以你们就是我在讲游戏规则啦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的话，对好人方比较好哈。就你们自己两票就是在投，没有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各自说，对，你们两个不能投，其他人去决定你们是不是狼人。那给你们 Plan B， 就是投他之后我带走一个，然后再被狼人杀掉。你是猎人哦，不是。所以你是坏人，所以没人杀。我不是，你是神经病，什么？我好帅，然后我觉得他品味好，他大概就是好，他白痴哦。对啊，那我那个傻子，好了，过吗？过了，我觉得还是当预言家。过。好，来，请投票，那个三二一，不能跟票，三二一。这样。救命！三号淘汰，天黑请闭眼。三号，你不讲一下遗言吗？三号有遗言，还可以有遗言啊。那没有，再请睁眼，请睁眼，还有遗言。我还有，跟你讲哦。那我这局讲超多话。气。没有，我是女巫啦。然后本来想说投他之后再把这个杀掉，这样子啊。那就蛮……所以你觉得我是坏的？哦，没有，我是。所以你不相信我？应该说，我以为预言家跳出来之后，没有第二个预言家跳出来的话，那应该就没有这种。除非你们前面两个是预言家，那就真的是水到宝。那所以什么意思啊？他刚才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超预言家。对，所以我以为他真的预言家，那他现在是假的吗？我是真的吗？我是假的，他只有他一个人跳。你哪里判定我是假的？你刚不说他是坏人？他说他是好人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过。我很满意。天黑请闭眼。好难。天黑请闭眼。好了，闭眼。过。天亮了。昨晚，我又忘记谁死了。是我。哦，就是你，不好意思。昨晚五号被杀死。没有遗言。一号开始留言，开始留言，开始讲话。我是一号，我是好人。然后还敢对不起？够了，真够了！不要讲，来，我们不要讲。没办法，这个就是。如果依照他前面讲的话，现在就是两个神职死掉了，所以只剩一个。猎人，请加油！猎人加油！过。好，这时候猎人不要出来哦，不要送死，拜托一下，不要送死哦。好，我觉得八号偏奇怪，因为照理来讲，第一晚不管你怀疑谁，就是不管你怎么丢水八号，你也不会直接下杀手，然后想要杀他这样子，除非就像他一样听错了，然后就觉得听错就是发错这样子。
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偏奇怪这样子，而且就是大家最后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的时候，他也是投了，所以我觉得八号偏奇怪。可是他说我奇怪，那他说对的。啊，是是是，死跟一生气，就是很失控。然后就最后一个生殖就保护好自己这样子，啊，我是一个好人，这样过。那三号跟五号现在死掉了，然后因为五号死掉，那确保，但是确定他是预言，真的预言家。然后三号刚跳女巫，应该是不会，不至于，不用，不需要假跳女巫，所以应该也是。然后因为一号是五号保的精髓，所以一号确定是好人。然后因为刚刚其实蛮混乱，然后就是八号坚持要投，一号投三号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么奇怪，可是有可能就是。以他们的个性就是乱搞，加群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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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投，所以也不能，就是有可能他真的就是晕迷或是乱投怎样的，就是虽然说举动很奇怪，让我小怀疑你，可是我不能就是完全把你踩成是坏的这样子。对，那我是好人，然后猎人拜托藏好，不然被抓出来就会死这样子过。六号发言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当好人真的好难的，完全不知道谁是谁。然后呢，因为一号是他刚才跑的，所以我相信预言家讲的话。然后二号会，啊，你是哪号吗？八号就是那个个性的，虽然我也很想让他死的，但是就是不要人身攻击啦，就是他就是那个，就是我觉得他应该。看算了，他是坏人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不知道了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反正我是平民这样，知道吗？总之就是对过。七号玩家发言，然后我是好人，然后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晕，所以我还是我也觉得晕，就我也不能确定到底谁是谁，然后我只知道我自己是好人。然后我不管你们两个是过敏还是怎样，我就想怀疑你们过。OK， 我刚刚真的没有动，我也有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动。你好像是你们俩，因为我不是，我真的是冲动投下去，而且他，因为他在说什么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，就你要考虑到有人会听错。我真是好人，你真的超夸张的，到底想怎样？我真是好，真是好。你要鬼票吗？我要鬼票吗？鬼谁？鬼谁？好，这很难。你敢鬼啊？就自由行政。对啊，你就自由行政。自由行政，我刚算是鬼，就有点失败。好，来，那个三二一进行投票哦，三二一，八号。八号淘汰，八号淘汰，八号淘汰，对，八号淘汰，再见。天黑请闭眼。他有遗言。啊，有遗言啊，不好意思，然后跟你讲。你还说人家有遗言？我都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我真的是好人。反正我就是好人啊。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有至少一个啦。就这样，就是靠哪两个？哪两个？他们都戴口罩，戴口罩很难哎，戴口罩，你看戴口罩现在都活着。我刚讲我要戴口罩，这是武汉肺炎。什么东西？好，天黑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，游戏结束， yeah. 邪恶阵营获胜。狼人现身，请睁眼，确认角色身份。狼美人请是这个，请选择你们要杀的对象。狼人请闭眼，狼美人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睡的对象。蓝美人请闭眼，女巫请睁眼，
他被杀死了，你要救他吗？你要使用紧箍药吗？女巫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这是好，这是坏，他是预言家请闭眼，猎人请睁眼，猎人请闭眼，狼人现身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杀的对象。狼人请闭眼，狼人请闭眼，他上边好爽。狼美人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睡的对象。狼美人请闭眼，女巫请睁眼，女巫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毒谁。预言家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这是好，这是坏，他是预言家请闭眼，猎人请睁眼，猎人闭眼 ，Hello。狼人现身，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杀的对象。狼人请闭眼，狼美人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睡的对象。狼美人请闭眼，女巫请睁眼，你要使用毒药吗？女巫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这个是好，这个是坏，他是预言家请闭眼，猎人 Hello。 有始有终，天亮请睁眼，游戏结束、yeah. 邪恶阵营获胜啊、杀对吗？杀对了，他是猎人吗？哎呦难过，就是你啊，难过，就是他们两个，就是哪样，他们两个，这样两个就在我旁边，预言家被狼人围住了，预言家被女巫毒死了，狼人还是有机会赢的、我狼人赢两场了，哎、欸，干掉，我要玩，就玩一场，给我玩一场啊，换谁？谁这张？好，我要回家了，你要回家了。好，七点了，好好好好，那就这样，好，那就这样咯，好，谢谢大家的参与啊，好，拜拜。